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玩具屋。今天呢，给小朋友们带来了特奇奇鱼蛋，还有超级飞侠、猪猪侠奇鱼蛋玩偶。先拆这个猪猪侠奇鱼蛋吧。包装上面有一个女生，小朋友们知道她的名字吗？她是我们可爱的菲菲。里面有果冻，有乳酸味果冻布丁，还有新奇玩具。打开这个猪猪侠菲菲奇奇蛋，把里面的好玩的拆出来给小朋友们玩一玩。包装很紧，用剪刀把它拆开吧。里面有一包乳酸味果冻，包装上面有菲菲，一辆小汽车，哇，非常漂亮的紫色小汽车，玩一玩这辆车车。这是一辆回力车车，还有吃果冻的勺子，有一张卡片，是神木原，属性土，攻击力400，防御力600，行动力800。撕开背面的贴纸呢，可以当贴卡玩哦。撕掉贴纸，玩一玩，把它贴在手上。哇哦，好酷啊！有一张合格证。接下来我们拆这个佩奇奇鸡蛋吧，里面有巧克力，还有小猪佩奇的车车。拆开奇鸡蛋。好吃好玩的都拆出来了，这是一个勺子，只有一半奇趣蛋，这里面装的什么呢？是牛奶巧克力耶。有一只昆虫，还有一条小鱼，这是一只七星瓢虫，还有一条蓝色的小鱼，里面装的是巧克力。看看佩奇的这辆车车，佩奇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，车上有四个轮子。佩奇的车车吧，哇，这是一辆回力车车，哦，好棒耶！哦，跑得很快。哇，好能跑的佩奇车车啊。还有刚刚我们得到的这辆小汽车，
还有几段没有拆，我们在下期再和小朋友们分享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儿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，我们每天有更新，记得下次收看我哦，拜拜。